腌好的，准备扛。在前面给弄一块，带弄出去，好多没动。哈。好没那么多。就是熟的，还有，他做梦子都做梦子，嗯，实际上是不乖，那胡须不是我用的，带就行，带着。一二三四五六，这还买竹篾子，这是烧的东西。你看这啊，还有个猪脚哎，猪脚差不多。两个猪脚，以前别说是就是带这个烤肉了。要别说是干面这个，其实都干面这个其实有修。想打这个盖板儿，是这个盖板儿。一个猪脚大些，一个猪脚小些。
最后一块。哎，这啥？明白。看到了。腌制了三天，腊肉已经弄好了，全都上炕了啊！现在等它沥干一下水分，等下午或晚上的时候就开始烧火熏了啊！上面是用竹篾吊着的，这样它就不会断了，比绳子更加牢固。啊，这很困起来好，这会儿就得是你烤，你让你烤好。这上面熏的是猪头肉，老爸早上做的一个网子，他说这样熏出来的猪头肉好吃漂亮，也不会坏。整体都能熏到，摊在这上面的。捡到两个鸡蛋，姐姐捡到两个鸡蛋，茄子要要鸡蛋吃。熏腊肉啦！今天搬着，好好吃。等一会儿再捡点烂橘子、烂柚子、板栗壳，这样熏出来的腊肉会更香、更好看、更好吃。